次谦虚，幽默风趣，这些标签贴得那么不轻易，说的错的，哪怕是调戏，还反反复复练习，总还是可以放弃一身挫折的逻辑，做回我自己。也许童话里必须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抑郁，像一塞玻璃，一株凄美的火焰将息，如此的细腻，等待他人回忆，这样的我是不是渴望换来属于我的目的，这份执着执着剧情。